中的粮食价格走势。第二个问题，美国次贷危机阴影灰之难散，你怎么看它的后续影响？谢谢。支架和送金就现在涉及到这一块，所以说完成两个不同的领域，原来是学者学术型，现在是操作型。那我们两个，第一个是怎么想到接受这一块，第二个是怎样实行转变。就是说咱们今天在广州召开这个新闻发布会之后，我们到咱们广州，就是说啊，进行整套这个投资这个理念，有没有考虑过在咱们广州设立一些办事机构的之类的东西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如果咱们广东这边的企业如果想跟你合作的话，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？谢谢。可以，不好意思，就是刚才那个唐先生说，就是我们很多内地很多人，连股市什么都没搞明白。就是我想请教一下，您认为国内证券投资界有没有一个懂我们这个市场的人？或者你认为我们这个市场现在调控，你刚刚说不知道该不该调控？那您认为从4月21号证监会出台限制大小非减持，还有降低印花税一系列调控政策，那你怎么看政府的这个调控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了？那市场对这些调控的反应，您认为是情绪化的、心理性的，还是市场化的？谢谢。那么就我的8万个财富自由这一点书呢，我刚才拿手机看一下，一个从湖南发的一个早期新告诉我，那边已经告急，确定这个书，那么很显然呢，它的火爆程度已经达到一个燃点吧，一个燃点。那么从这本书中呢，我们发现了很多的一些不可多得的一些营养。那么我们的吸取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智力，那么以至于在很多的不是我们的学生朋友啊，还有我们的这个从业人员来说，高度的好消息。那么很多的意义吧。那么对于攀升的这个整个的海外，那么20年来的一些大的事件，我们不是很多，那么这里不好一一介绍。那么有请大家呢，你有很多时间、很多机会去注意去了解。带着这么多的问题、这么多的答案，我相信在座的有很多的朋友。想直接跟面对面的跟我们唐先生来探讨，所以下面一个环节呢，就是我们下面的朋友，特别是媒体朋友，也就是回答记者的提问和我们在座与会人员的提问，有请。另外，国内房地产市场，房地产期货也是飙涨，你怎么看其中的粮食价格走势？第二个问题。美国次贷危机阴影灰之难散，你怎么看它的后续影响？谢谢。这个王教授这个问题就很实质，很热门。现在的油价已经到了125美元一桶，粮食价格也在不断的攀升。我先讲这个油价，因为这个对于金融产品啊，或者实货商品价的这个产品啊，我们也就是我们做啊。现在呢，其实呢，有几个因素引起这个油价的这个高涨。第一个因素呢，就是主要因素呢，我认为啊，就是现在的世界呢。这个很多像中国、印度发展，这是一个基本的因素，是吧？非常迅速啊，油的消耗量也很大。第二个因素呢，就是美元的贬值，元贬值的话是一直贬的。第三个主要因素呢，其实就是资金啊在炒，因为油价只有油价是连续。
可以说是连续稳定的往上涨，所以这也是油价上涨的一个原因。所以至于油价现在是125，对吧？其实呢，真正的油的价格就是跟去年和前年相比大家说，如果没有美元的因素，我也没有啊这个炒作的因素，但炒作这是很自然的事情，也是永远的话题，因为今天大家都要。所以的话呢，我知道一个事情是这样的，这个油价到现在呢125，我觉得到150这个可能性是有的，对吧？现在因为媒体现在决定这个油价就是能不能够攀到150或者200啊，这个呢纯粹是机遇，对吧？就是这最大的因素在美元上，这个是一个方面啊，这个油价是这样。所以我认为如果没有这种炒作的因素，我觉得美元能够啊停止在目前的阶段，因为美元最后下掉的是一个趋势。所以的话呢，这个美真正的油价的价钱呢，就是假如说前两年的话，就是本来是100块左右啊，90块这种说。还有一个水平呢，就是这个金融市场上，金价这种价格的这个大幅波动，其实呢也是啊，就是打仗，就是使很多人呢措手不及啊，只有少数人。你看现在说买油，你是买也不买，很多人很为难。至于我们来讲呢，有一个优势，就是说我们你涨我就买，你不涨我就卖啊，我就卖。所以这是当然没有买油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粮食的问题。目前的粮食啊，特别是亚洲，这个粮食价格呢也是接近上升，就是很多情况下相当于有一点那个恐慌的程度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事情呢，其实呢，性质呢跟油价是相类似，因为目前呢，啊，以前的时候啊，我们都是讲一些概念性的东西啊，就是一些进口烟生产品。大家都炒，现在呢，大家都是对这些商品，或者商品食物，啊，那些食物性的东西，啊，比较有兴趣。所以的话呢，这就是造成这些东西的价格攀涨的一个原因。刚才跟他讲了，第三个原因就是说，啊，一个是 fundamental 就是本质问题，第二个问题呢，美元问题，第三个问题呢，对吧？就是。在这种东西的价格的变化之中，人们的心理状态、心理问题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三个问题出来，但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今天讲泡，对我们来讲呢，它是一种现象，泡沫实际上产生，实际上破灭。所以在现在的情况下，油啊、粮食，其实呢，在美国的话讲的话，那些很多的金融因这个产品可以。对冲可以风险啊，作为风险管理。而中国的话呢，就没有，很少很少的有这种机制。所以这也就是啊，哎，这个第三个问题呢，就是讲支持这个美国的支持贷款的问题。美国的支持贷款呢，其实呢，三个问题呢，应该有粮食、支持贷款，这个看起来是完全不像。其实呢，基本上是一个事情，在不同的时期，美国的支持贷款，也就是美国从2000年股市崩溃以后，啊，纳斯达克指数崩溃以后，就一直因为房屋的高价格的这个不断的攀升，人们就以为啊，投资房地产，投资买房，啊，还不要贷款。啊，有很多很多的工具来满足买房的需要，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泡，就是房价格的泡。所以的话，每个人都买房，买一套、几套，
所以呢，次子代表呢，就是这个最严重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不需要任何担保啊，就是把这个金融工具卖给大家啊，卖给这个在金融市场上。现在呢，就是大裂变啊，就是泡沫的啊，破灭，泡沫的破灭。所以这个破灭呢，其实给大家有很多认识。我最高兴的事情，其实呢，很多人在这种金融大啊变化和风暴之中呢，他们是损失惨重的。而我们呢，因为这么多年的经验啊，其实我们是活力不少。但是我们一贯追求一个原则，就是连续稳定的回报。但是经常很活力，我们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回报应。按道理来讲，市值代表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报应，就是那个市值代表的泡沫的破灭。因为我长期以来认为，这个美国的这个房屋这样的价格在不断的节节攀升。因为我们到美国的时候，在加拿大的时候是1991年，在美国是1987年，那个时候是房子价格非常的高，它是一种自然的现象，是一种自然的过程。另外对我们来讲是个机会，所以我们乐在其中。谢谢大家，这三个问题。
我是想这种时候是不能停止股票，所以我一直在跟你们说啊俄国的事情。现在呢，其实在这个时候啊，其实上对股民，如果我说能够帮助大家一点的话，我认为现在啊 A 股呢，无论说你可以是大量进去，你是应该打进去的一个比较好的时候，我们不能说是最佳时候。但是呢，我是绝对啊不鼓励大多数人投资的，因为大多数人炒，但是我鼓励所有的投资。但投资呢，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行动，那必须要有非常专业的。我经常跟大家讲的故事，比如说100个投资炒股了，90%呢是赔钱，不赚钱。只有10%的人能赚钱，只有1%的人能够比较稳定，那我就是赚很多钱。如果我们能找到这样一个1%的人，啊，专业管理100%的人都可以赚钱，就是这一部分人啊，当然不是100%的人都会找到同一个人，是吧？另外一个事情就是，像我呢，我们不是一个普通的专业投资人。其实呢，国内的股票股市啊，如果用我们这种思想观念啊思维方式，就会大有作为。中国的股市现在是一个发展啊初期的又一个阶段，所以的话呢，前途是有的，并且呢，因为我们不单单要为自己的勤劳来双手。所以我这个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，就是勤劳并不一定能致富，致富需要智慧，啊，就是看看这两个问题，有什么满足的问题。谢谢。执教和生物研究，其实涉及到的就是把，所以说把一些能够不同的领域，原来是学者学术型，现在是操作型。那我们问两个，第一个是怎么想到接受这一块，第二个是怎样实行转变。
随着专业改变最快，我是说从文学转到留校的时候，我就变成搞微生物。微生物呢，我就搞生物化学，后来生物化学搞医学，医学以后我就转到了这个经济这个。我本来是想搞这个医学这个生物这个医学技术啊，我就是搞药。我是搞一个家族生物药发这些会，我是理事长啊。但是呢，我有很多朋友一年20万，但是当然跟我们没办法比，是吧？所以这个现在的情况呢，就是这个行呢，就从此是一件。但是同时呢，我其实呢，在书里面也给大家讲，回答你这个问题非常的清楚，就是每个人都需要偏这个国内，每个人都需要读这方面的书。有这样的意识，有这样的观念，然后有一个转变的过程，然后呢，才能够，因为我现在我因为就是国内的人啊，国人呐、啊，大多数人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，就是大家想一下，就像我们一看，就是我们有时看那个做事情啊，都是差不多的，啊，但是也很可爱，有一点。